我都怕他被拒了，结果要拒不肯定是要当猪大肠嘛。我单方同桌，你什么身份？你什么身份？你什么身份？你先走，七仔仔。你先走。你什么身份？我。你什么身份？超级侦探。我侦探。哦、我直接给你换真心。没问题。没问题，你什么？你啊。我不能告诉你。那不对，那不对，那不对。那耗子是为什么？首先啊，哎，猪猪。Old K 轰轰发言，清清爽爽，第一刀18开的，开的西恩，西恩说自己是秃鹫，谁敢弄他，谁就是他，他也不帮好人玩，不帮狼玩，他说他可以帮狼玩还是什么地，反正他就是个秃鹫，他说你们好人也可以刀我，狼也可以刀我，反正谁刀我谁就是狼，然后18也上来把西恩刀了，这是案发现场，完了耗子在18刀完一个人之后把下面的叔叔刀了，那在我看来，首先第一刀如果说我认他一半，那你耗子一刀我是认不了的。对吧？没错吧？然后猪猪公主在哪死的？你们要跟我聊一下。我旁边还有个人的，是证人。过。我正义使者，我到的叔叔。叔叔大概率是一个坏坏走的。为什么？他对我有一个冲刀动作。我上来问十八代什么身份，十八代跟我说好带。然后呢，先说我是秃鹫，我是秃鹫，我帮好人玩。十八代也不说，哎，你帮好人玩，擦，就被给刀了。那你十八代，反正我信一半，好吧？叔叔我刀的啊。好，然后我当时在我说了，我直接站前位，我在教堂，不呸，我在饭堂，当着很多人的面说，我直接站前位，直接我搁那一站，我按着空格闭着麦，就在那里，叔叔对我有个冲刀动作，我站在那儿没动，他直接撞我刀上，他对我冲刀，好吧，就这么多，我正义使者，啊，我不知道刺客狼会不会被我刀了，或者说是不敢狙我，有种把我狙了，过，嗯。猪猪是在我面前爆开的，应该是个隐身狼，就是猪猪在那叫我不不不，我说哦哟，猪猪这是坏人，然后离他大概五个身位远，然后他炸了。我觉得还有个隐身狼。那西恩进来，我听到西恩说我就是狼人的噩梦，那 EBZ 直接反手给西恩刀了，那有可能 EBZ 就是那个狼哦。过了，那我是狼就投我呗，你觉得我是狼的话。那秃鹫咋了？我干嘛不能刀秃鹫？刀秃鹫怎么了？不是，狙完了，警长。然后等一下，我再说一下，老叔叔和那个是链子走的，这么着急点票干嘛？拉齐是吧？正义没刀了是不是？小心个复仇啊！这秃鹫帮好人玩，那就该死。过。啊？你这？你好狂！今天晚上估计是看不到你了。好硬啊！好硬啊！十八 Z， 真男人，很 man。很 man。今天晚上是见不到十八 Z 了，兄弟们。很 man。多少了？只能说很 man。猴哥交身份，猴哥。不交就不就不就不。那你是好人。怎么样？你什么身份？以暴。一般是好人，你就会说就不。Okay， 听到了，听到我说过了吗，猴子？好的，听到听到听到。王也好人，王。OK， 那我们就看谁是坏人。你知道我？你知道我？没了，拉明吧。拉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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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轰轰轰轰是提火，那出轰轰吧，先出轰轰过了。全完了。出轰轰啊，出轰轰，没什么毛病啊，过。全完了。我顶楼上过。冲轰轰啊，然后你们小心点同桌啊，你们看昨天他穿的又戴头发又化妆啊，是不是？今天你看直接素颜朝天，那是什么好人？先投轰轰过。我今天在 cos 王大某，你在说什么？这王爷太鬼死了。哎，猴哥说的单防我，他不是加拿大鹅吗？怎么没有？我还在等着过一秒自动拍景。投轰轰吗？哦，过了。听我说，耗子吃的布布，你晕了吗？第一回合他们开两刀，哎，对啊，他开刀了。哎，很烦，哎，很烦。猴哥还可能是个狼哦，如果他是加拿大的话，因为我知道加拿大是谁。猴哥很有可能是个狼，我跟你说。哎，好烦。他没给我报身份。啊，很烦，就很烦。猴哥，孙悟空80%是个狼。猴哥报。我跟你们讲，同桌。红温了，我的妈！别团，别团，啊！红温是狼。
好吧，红哥，红哥说摸不透，红哥说摸不透，红哥电子狼，耶！叔叔你是真大胆，我在前卫都敢过来，这不挑个别人叼，你碰哥。耗子，你空格是不是这样的？咱俩重叠在一块，我一日吃了走吧，没人吃到我。王爷，你是不是想啊？好像是，但是我发现我没闭麦，我就闭麦了。后面我闭麦了。对，我前面没闭麦。我加拿大，我走了。有吃的吗？猴哥垃圾，大强在我后面。有。吃瓜还要怎么说出口？大强的心为何难受？竟然是加拿大。注意。他一句朱一伦，朱一伦，你为什么不说话？好，他被禁言了。猴哥开局给我复活在饭堂，他说我加拿大，我走了。好，过。没想到，不是这样的，是个鹈鹕啊！你听我说，我遇到了猴哥，王爷，我问他有没有吃的，他带着我要去吃饭。那去。啊什么？谁？哎呀，谁喊我了？就让他说嘛。完了，他说完了。说完了，滚。啊？头大。我说过信息啊，布布跟我说过他是加拿大鹅的。哎呀，那是当初说跟你走，不用骗你啊。仙姐要变魔术啊！仙姐说她要变魔术啊！仙姐要给我变魔术啊！我就这两个信息啊，一个给我变魔术，一个给我假冒加拿大鹅啊！我是隐身狼啊！我想带你去找猴哥，哼哼。保护一下，保护一下，我饭堂保护一下。我是黑轰啊！耗子，耗子，集合！保护一下，保护一下，保护一下。这猴子每回当加拿大鹅，怎么都追着人走呢？那不追人走怎么玩啊，加拿大鹅？你怎么不说话呢？就我这一边技能一边得杀人，我有点顾不过来了。哎呀，哎呀，你说话呀！这杀你需谨慎。你不是摁的麦克风吗？好，你没做任务。哎呀，我太吓人了！你们知道什么情况吗？那右边四具尸体。是这样的，就是轰轰在那前面跑，然后布布说轰轰你这个大嘴巴你该死，然后布布这个说自己是加拿大鹅的人呢就把轰轰给刀了，然后布布刚才的说法是他要怎么他刚出生跟轰轰在一块，他爸被轰轰刀了，那布布是自己如果是好人有刀他怕什么呢，所以布布大概率是个坏的。所以我就把我其实是追着布布本来就要嘎他，没想到轰轰嘎了，哎，前面怎么还倒了两个，前面是倒了两个链子，然后我听到猪猪的声音了，前面的有可能是猪猪倒的，有听到猪猪喊一声哦哟什么，好吧，我没太看清前面最前面的是谁，哦过了，啊他要装手机音了，后面来。那铜珠肯定是点的猪猪嘛，是吧？那铜珠被拆了，给猪猪啊过。我秃鹫弃票。那 V 二十我弃票呗。那行，那你为十块我弃票。OK， 我不行，比我35快点。我要是没出出去，我就给你转啊。你出出去了，我就不转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哎呀，机会来了。OK， 出出去了，那不用转了。哎呀，我弃票了。你不行，你得转，我弃了。我冲出去了，冲出去了还转。在这个里面，我要被这些娘们儿，我要被这些坏女人追死，还让猪猪保护一下吗？猪猪也是个狼。我跟你说秘密，你还往外说呢，红红。刀的你。我知道，我来找你保护我。哎，做任务，做任务，做任务。
开个火灾让我别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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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听我说听我说，做完了做完了，行，我你就哼，十八的鬼票不发哟，挂。那三一把三轮三个七票，都救七了票，丢弃了，然后出出恩姐了，变魔术，要吃瓦拉奇追着我是吧？好刀好刀啊，出七恩姐过。没办法了，瓦拉奇，我就打个马虎眼，没想吃你，你知道吗？过，没想到还有好刀，操！嘿，不止一把，还有我这个正义使者，我想到朱大强的。结果猴哥过来挡了一刀，他到的加拿大了，还有一把刀啊！哼，村姐，过。我跟你们讲啊，刚刚同桌如果报警报慢一点的话，我就可以把猪那个猪给人那个脑壳给他卸下来，都在我脸上了。你竟然一刀没出，爸爸啥了？想到我也只能捏捏软柿子秃鹫人，爸爸啥刀我都刀不过。爸爸来拼刀，王爷。我都刀完了又拍景，还怪我拍景，我真的想笑我。就是右手自己刀的慢，还埋怨别人刀的快，说是。要不我们在饭堂等着王爷刀吧。你是坏人，他就是加拿大。大强，哎呦，他这么低俗，我本身想到七崽子的，是猴哥非得追到我屁股后面，我回身一个反杀。刀我，我给你反杀了，我也有刀，我就知道你们安什么好心，什么人跟着我呀？你有胆，你有胆，你有胆，你有胆！你等着七仔仔，你等着七仔仔，哎、你让我等着，我告诉你，来，刀不过猴哥，来，还刀不过你，猴哥，你肯定刀不过我。不行不行，你可是打拳没打过我的女人。后哥后哥，猴哥，后哥，你可是打拳没打过我的女人，你还跟我叫板上了，哎。后上，你有什么可骄傲的？七仔仔，你是女子组第一吗？真是的，我第二，第一是仙姐，第一是仙姐。蓝上，七妹妹，第一是仙姐。七仔仔跟我掰手腕，应该掰不过我。哎，真的是真的，真的，我也觉得。真的。嗯？怎么这么快？压不住你，哎哎，嗯，猴王，你俩、嗯、你俩就死了，我好笑笑什么、啊？猴猪，没事，没事，别怕啊！干什么？啊！好、啊，你走前面，我走你前面。嗯、牛啊牛啊牛啊！走啊！我帮着点，我跟你们说，首先是倒了一个，不知道是警长摔倒，还是。还是链子死的，然后耗子跟了一刀，为什么耗子死了啊？反正就是两个尸体同时爆开，后面耗子跟了一刀，然后耗子死了。哎，算了算了，眼睛有点老眼昏花，但是我觉得耗子肯定就是铁狼走的啊。就虽然没有看清，但是这个耗子在我这里，他要点铁狼，为什么？我跟你们说，当时我跟他出生在剑桥，然后耗子那边，嗯哼哼哼哼哼。我唯一这个游戏三次跟耗子重生在剑桥，他每次哼歌他都是狼过。我跟西恩王野在发动机复活，然后一起往饭堂走，西恩肉汁跟西恩报了身份，但是我跟西恩走到那个娱乐室的时候，西恩你有没有听到很大声的拍空格的声音？我听到一个超大声的空格声过了。我这边铁论猪猪，刚开始是叔叔先死在上面了，对吧？我这边我因为我是站在台球桌下面，然后看不到上面谁刀的，叔叔应该看到了，是把耗子刀了。但是这边应该王拉奇应该王总应该是也能看到吧？我记得我复活的时候，王总在那个储物间那边，王总不动，我说哎，王总走了，完了，就怕他一个人落在那边丢了嘛，我就说哎，走吧走吧，我们一起去了饭堂。那王总你聊一聊吧，你应该在上边一点，你能看得清楚啊。我是看不到谁刀的，我在台球桌下啊过。我
是这样的，饭堂桌子右边三个人，耗子咔嚓倒了旁边一个人，结果有两个人，我觉得是链子倒了。那耗子为什么敢开这一刀？我轻轻的怀疑耗子有没有可能刀到他队友的链子了，然后耗子刀了人就跑。那现场有好心人士追上去给了他一刀，别的没有了。我觉得我盘不出来，因为外面也没有倒牌，所以我觉得这轮可弃票过。OK， 不，那个空格声是我拍的，我就吓唬了一下朱大强，然后朱大强跟我在那个吞死的那个桥梁那儿呢，好吧，我可以保朱大强他不开刀，我就吓唬他一下，他反应老大了，过。这我这么一个好，我万一身上有刀，你说我回身给你七仔刀了，多亏得慌呀！还好我没刀，放你一条生路，是不是？你是不是得谢谢我？然后刚才我推断啊，可能孙悟空有刀，为什么？是因为他从哪个方向来的？当时他从武器房那个方向下来，什么好人能从武器房那个方向下来，然后去娱乐室呢？一定是个坏呗。但是他停在我面前等了一下，看我也没有反应情况下，可能当时稍微手软了一下。没有刀我，但是我75.673%确定孙悟空应该是带刀，且不像好人。过。先发言，这把说实话我没有信息，因为为什么？我跟王爷和步步复活，然后走到饭堂门口的时候，我的面前唯一看到饭堂的一个人是轰轰。我想听你们后面说，都认猪猪。或者是什么耗子刀了一个，对吧？然后谁把耗子补了？拉奇说弃票，那就弃票呗，反正王爷和不，我不开刀。然后轰轰最后喊了一句 nice 过。要我说别弃票了，不行把朱大侠给票了，我先点一票。这个轰轰应该在我这应该是好，猪猪报警人肯定也是好，对吧？这个耗子刀了一个，刀了个谁？完事咔嚓两个倒了，然后耗子又没了。那朱大强跟我在这57.673%没用，我肯定朱大强100%不是好人，这次都得是个土劲儿，我们归他绝对没错。过。王爷这边发言，那个我出生是跟星两个人出生的。不，并不是我们三个人一起出生，但步步是在上面，就很快我们就碰到他了，啊，这个是西恩肯定是知道的，对吧？西恩是肉汁儿，然后我一开始一出生，马上就跟西恩说了我的身份，对吧？然后步步后来是跟西恩说身份去了，我担心，步步把西恩拉过去把肉汁也倒了，所以我才有个回头，我想看西恩还在不在，好吧？嗯，这一轮的话，我可以保证是步步跟西恩是不可能会动刀的，因为西恩这边身份肯定是最铁的嘛，对吧？那。归票的话，因为我这没有信息啊，我这没有到娱乐室里边，还没来得及到，好吧，就拉进来了。轰轰，你这边来归票吧，我这边过。Old K， 轰轰发言，你没信息，我有。这把我铁认猴哥的，我也会跟着他的逻辑走，好吧？那么朱一伦，走。我挂朱大强了。不，王拉奇最后挂票，不和王拉奇。我没挂这把枪，我挂到孙悟空啊。我点妈，你们有理由吗？就挂我。我就是在想要不要。哎呀，不，你踩我，你就不是个好。耗子，你是真该死啊！没了一个腿，没招，没了。你喵了个咪的，我 QQ 糖都炫了两包了，我操！能不能让我说句话呀？那没办法，你秃鹫那语气我一听就能听出来，太了解你了，没办法。哎呀，你看我说你带刀吧，不，硬不硬？踩了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他黑子，小黑子，我好不容易有一把，我上来先给他嘎了。我上一回合，我不知道，我跳起来打，我就是。带刀好人，我也想吃。然后上一把是猴哥刀的耗子，然后被狙击狼狙了，那我肯定敢跳了呀，对吧？我有什么不敢的？完了，猪猪在我这好，王爷，一二三四，仙姐一二三，从七仔蛋和王拉奇里面随便归一个，十八这我感觉
还行吧，还行，好吧，拉齐上一把最后一个挂票，七仔仔点的猴哥是吧？过。OK， 周周光的发言，如果在七仔仔跟王拉齐里面归的话，我会选择七仔仔。王拉齐最后一个挂票可能是他点的比较慢，但是七仔仔他就说了，他说他投了猴哥一票，猴哥在我这里发言明显就是个好人，所以说七仔仔就是他投猴哥一票的这个行为，让他在我这里就是比较坏人形象比较高一点啊。过。那已知上一轮朱大强要被强推出去是吧，然后他看见猴哥被狙了好开心，哎好，如果已知他是好人的话，好人被狙出一个男友的好呀。那七仔呢，你为什么点猴哥一票？这边身份我猪猪知道，猪猪那我应该那先出七仔再好过。好，拉齐发言，虽然上一把我投票比较慢，但是我没有爆出猴哥身份，且我在场，我都说了是耗子先开的刀，然后有好心人啊开了一刀。那么我觉得我会投谁，我会投七仔仔，因为在我这刚刚挂票比较慢的还有一个布布，所以我觉得刀的布布应该没有什么问题，因为布布在我的狼坑里，那我会出七仔仔过。没有，上一轮是他没被之前投的，因为割到大强了，因为我跟大强我在那边，我因为是战宝他在一手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出到大强啊。大强说聊到猴哥从那个武器房下呢，我也没看到，那我就拍身份打呗。啊，轰轰都敢跳出身份打了，我锁将呀，我是没有一个任何作用的一张牌是吧。然后我就没懂为什么投出大强，因为我也不知道是猴哥刀的耗着了，因为我不知道那边是谁动刀，那边具体情况我不知道，然后你们就把归大朱大强强归出去了。朱大强在我这儿最是最顺，他就是一个贪生怕死的秃鹫啊。然后过。耶，没开麦，先发言。首先，轰轰这刀我认，为什么？因为上把是我点出来的，猴哥被狙的那一瞬间狙完，步步挂的票。可是半天了，王拉奇也没挂票，那么狙击狼。是为不不不不为王拉齐，王也在他给我开局报个兵员的身份，这个不不，王也开局给我报了身份，轰轰这刀我认的话，王拉齐我也认，七仔仔说实话他的发言有点打动我，万一他真锁将了，但我这儿不好的是谁 ？EBZ 和猪猪公主，你们要投锁将的话可以投锁将。但是进去之后，猪猪公主和十八 Z 要来饭堂，过。我投的锁匠，为什么？因为在上一轮的发言的话，七仔仔是直接就铁爆了朱大强，好吧？你们应该有听到他的发言吧？对吧？如果说是朱大强为坏的话，那七仔仔你就脱不开关系啊。如果说是你被强推出去的话，你肯定要为刚刚上一轮发言负责呀，对吧？那步步的话肯定是铁坏走的，他踩我的依据没有任何依据的，好吧？我直接挂了七仔仔，我这边过。摄像头卡了。啊，十八卡呀！报的兵员，对啊，我兵役啊，步步不是啊。哼，咋了？我就十八了。我真兵役啊！你啥呀？我说了呀。我拉起这铁好。红雪剑走是踩他吗？站着，我去修个灯，我先去。我在。我在修个灯。王爷，你我的身份你懂吗？我是加拿大。OK。我是加拿大。口气的太多了。我警长。来，刀十八的俩兵营都给我死。他已经被刀了。我是正义，对不起、啊，嘿嘿。哎，王爷，我啥时候踩你啊？我怎么不记得我踩过你？因为他说你回头、啊、那个回头那个时候，哦，我说他去通讯间吗？这个深水老到点吗？人狼恋啊，人狼恋啊！要不我说耗着怎么啊了一声呢？不是耗着啊？很诧异，真的。人发现自己队友死了，是吧？哦，他都被我投死了，真跟我说的一样。王爷敏感肌，
怪不得他的那位置开到。原来坏人报兵营员报的比较多，又增加数据库加一啊！我这是报通灵报的呀，换了个兵营员，可能是真的。对 ，OK， 下回报个官粮好了。哦。谁？谁？我要来了，夜神哥哦！别叨叨我喽！别叨叨我了！哎，王爷！哎呦呦呦呦呦！王爷，王爷！耗子冲刀！呀，怎么走这么多啊？我按着二键从武器房走到娱乐室，然后就直接拍到苏苏的尸体是在娱乐室靠右边的位置，好吧？其他还有轰轰、猪猪、西恩，我没看见，但西恩我有听到过他讲话，他是在娱乐室往上面走的时候，然后往那个左边，然后他看到我在武器房，我在扎辫子，然后西恩说了一句同猪，然后我就往下走，他往左边走了，可能往电机室，可能往医疗室方向走，然后往下走，走到娱乐室的门口，然后按倒了苏苏的尸体，好吧，那娱乐室里面就很有可能动了好多刀，但是先有可能是在左边嘎的，好过。嗯，耗子发言，没错，我刚刚就是冲刀，我刚刚准备要刀十八 Z， 好吧，我好人带刀。至于刀十八 Z 的理由没有，你挑选了一个最近的，过。嗯，娱乐室有两个腿，我听见了，拉起喊王爷。娱乐室有两个鸡腿，一起抱，是双刀还是双刀？不知道。然后有两个人在右面站着不动。娱乐室里是不是有三郎啊？他有娱乐室的幸存者吗？我只听到垃圾喊王爷，过了。那娱乐室倒了四张牌，那有几个好人啊？对不对？恩姐刚才本来是在左边的，在前卫那一块的往上走。哦、同桌，你报警是报的苏苏的，那恩姐死了，都死在上面了吧？我记得猪猪本来也在的，轰轰也在的吧？都在吧？那你这都不点个狼出来，那你同桌也不好啊，是不是？你就说，哎，人可能都在左边死的，那我就在拉饭的下面啊，左边上面你们不就都在上面吗？对不对？这耗子对我冲刀，那你能是什么好牌？我站在拉林那边啥也没干，你对我冲刀，对不对？先点耗子，我这票挂了。耗子铁狼，但是还一个刚跟他一起过来的是谁？我没注意，忘记了。反正同珠在我这也不大好，先出耗子，我点票。这冲刀说，哎，我什么就看就随便刀，那你肯定不好啊。出耗子过，挂票了。OK， 那十八 G 在我这是好的，是这样的，王爷进来吃了一个人跑了，然后好像是西恩还是谁，轰轰。反正两个人往上走了，结果在我面前显示的是应该是警长双刀，然后王爷爸跑了，我刚想回头报这个警，你说警长双刀了，耗子如果有刀他也没有去追这个王爷，那耗子还冲十八 G 刀，那在我这耗子铁坏，我觉得可以挂耗子票，可投他。然后刚刚大家王爷往上走了，说实话没有人从上面下来的，那同珠刀了抱了这个苏苏的鸡腿，那我觉得同珠有可能是第二匹狼，应该刀加拿大了，先出耗子再出同珠，王爷提壶，我在这里裸点三个坏过。现在这边发言啊，现在的复活在哪？现在是王拉奇同珠三个人复活在一起，我是往下面来到这边娱乐室，然后听到了猪猪来了一句什么呢，来了一句什么鸡腿不落地，嘎嘣嘎，上面突突突抱好几个鸡腿，然后进来拍紧啊，然后我下面是谁？我记得我下面有布布十八 Z， 十八 Z 在那个桌子底下下面，然后右下角是耗子，拖耗子没毛病啊，过，全票打飞耗子。我身为一个好人的情况下，听到拉奇的分析与发言是非常认可的，所以我要投耗子过。顶楼上和。楼上的楼上，先头耗子过。嗯，
对啊，投耗子呀。然后那个我不是鹈鹕啊，是大强把猪猪吃了。那个他们就是互相残杀了一波，好吧？同类互相残杀了一波。那个出耗子啊，这边过。谢谢还在嘴硬王爷送出的飞机、哦。那跟耗子一起过来是你七仔仔对吧？OK。谢谢野哥给我做好人身份。差了一点点，你十八岁就死了。七仔仔也是坏。海灵，七仔仔应该是坏人，拉你儿吗？拉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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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一个坏蛋去！还看见我？好，那就拉。先投王爷，拉完投王爷，我们没有刀了。拉拉！你这回他们不开任务吗？不一定啊，直接拉拉啊！哎哎，好耶！好耶！那就这么说嘛，先做王爷嘛，拉林都用了，那我刚才都不说了嘛，那你能和耗子一起从下往上走，耗子对我冲刀，你去冲上面的了是吧？对吧？不然耗子为啥不刀你？你还能和耗子同步的往那边冲，真的就差一点。同桌虽然说铁坏嘛，但是你这拉林救了啊，你这报警救了我，那就先出王爷啊。OK， 拉铃用了，先出王爷，没紧张。那然后等一下，大家在饭堂里面啊，大家一起走啊，过出王爷。耗子，你真的是个捞啊！你死了做个任务呀，过。先出王爷过。先出王爷，然后就是同桌七仔仔。初九还在吗？初九在的话，七个票。那耗子捞的一批，他不做任务啊，我挂。他狼人为什么要给你做任务？王爷，就是他狼人为什么要给你做任务？你什么妖精、啊？狼人为什么要给你做任务？嗯，你是主要是初九是被他吃的。来，请问你是？放着歌就下了。同桌姐，集合。我会出手，你会出手，哦、就当猴哥。哦，哎，我溜了，宝刀。想到猴哥，这就是。哎、哦，你，我看哦，那是一个人嘎的，一斌肯定不是。那个七仔仔，我不等你了，我直接，我受不了了，这个一斌，我说实话，我受不了了。然后王爷没得了嘛，秃鹫没得了，苏苏是一个加拿大鹅，剩下还有链子，警长双刀，剩下还有链子，拉奇是单身，我就怕拉奇和 EBZ 是链子，拉奇和 EBZ 不是链子，那我就试一手朱大强，我不管了，这个 EBZ 完了，太嚣张了，他说我的派警救了他。狙我吧，不要狙墙。狙我吧，我都这么明显了，不要狙大强。同桌，我刚刚说的那么明，狙我吧，狙我同桌，狙我。我绝对不会告诉你，我步步是链子，可以狙住大强。太牛了！哎呀呀，你十八倍，完了，警长双刀链子，那没了，那没了，跟你耗子有啥关系？我们仨真强，你真的，哎呦，气死我了！你十八岁狂个啥？应该把这聪明的女人不能留啊！这聪明的女人不能留啊！哎，我救我刀的怎么了？不能留啊！不能留啊！没事，这件事情交给我，我来把这聪明的女人给搞了。哦，来，不是我说了啊，是那个谁说的？如果我不认的话，聪明的女人就走了。如果我不认那一刀的话，聪明。